哇，来了来了，真退休哇！翡翠砖手镯砖厂啊，要找一个好的翡翠手镯多辛苦，有些人找不到，对，五年十年都不一定找得到啊，因为你喜欢手圈又不一定是你的手圈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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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哎，性价比挺高的啊，这种是全绿的，就非常均匀的。我这个有。就要看你们要什么尺寸了，我只不是全部都带来了。哦，这个有不同的尺寸。有不同的尺寸，因为我们做是一块石头投下来，不像现在是一个一个的进，我们那是一块石头投下来以后，一做就是那么一批的。这个有可能有其他的圈，所以大家就是这个。看你自己要什么圈。这块料有不同的圈 ，OK， 大家就跟我讲就行了。对，我这一次我拿了一些非常。圣诞大好价钱的，你看才这个价钱，三九九，整个对，没话讲，56000啊，就是你不要看的这个呀，二三十年历史了吧？对对对，那时候是一整块，石头投资回来的，我认识他21年，我一块石头那时候一开就是几十个镯子这样做出来。我当时我在串堂，我有跟他买过镯子。很厚身的这些，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这些是20几年的。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偏好，那个时候就已经第1289个镯子，那时候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。这是399的一批镯子王啊，要反正您是看看喜欢哪一个尺寸的问题了。58也是399啊。我看您要是，这还有一个贵妃。关键这个就是好热好热，它真的有20年历史，不是说真的没有拿不到啊，对对对。哎呀，我的资料我说是真退休，是真的想退休，所以说全部都是拿出来，拿出来就是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看适合就是蹭这个好价钱，看看这个假期的到来，自己买一个送给人家都是拿得出手的东西，对吧？20年历史，拿得出手了，这种就是。那这两个是很特别的，你看，对，很厚身的白底青，嗯，很厚身的白底青，这个很冷门的，很多人在找这种。50圈，对，499，对，白底青，非常的厚身，就是这个厚度都15、14、15、16。的 millimeter 宽，599，对，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。你看这次多漂亮，1900，对，1955圈，这个非常辣色，花青，而且非常老身，算花青吗？啊，对，做工很好，也是很宽的，都是14、15、16个 millimeter 宽的这种，这个是贵妃镯子。这也是一个贵妃镯子，399的有不同的尺寸。那然后还有一块石头是299的，也是有不同的尺寸，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尺寸。哇，真的。对。手镯专家 ，OK， 因为一般的堂姐很多人不愿意做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我自己也有1000个，不过没有单动。很多人不，我们做这生意，很多人不愿意做手镯，压着那，因为尺寸的问题。那这一批要很多货才能卖。299的，很多人就是也是不同的圈口，就是看大家要什么的圈口。所以大家知道做这行的无奈吗？所以我就说，大家要做结丝，不用压货 ，OK， 就做这个。哎呀。喂，真的是你也要来跟我做结丝了，对对，不用压货，这个压货你给我压压，这个是越压越值钱，对对对对，越压越值钱，不会过期，不会越压越值钱。对对对对，哎，是真不真心不错，因为这些都是几十年的，真的。这个是颗紫罗兰，对，很漂亮，才399，59圈，圈口蛮大的。这个啊，真的不错，就是不不错吧？光凭它这个有岁月的痕迹，你看压过压了紫罗兰加白底青才299，真没话讲了。对对，这个真的有20几年的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啊，这种这货不是现在的了，现在真的，这个才199。货就是珠宝是这样子。货是越老的越好，对，你起码20年没变身了。
我的号码现在飙到了3000多都有了。哇，三千多哦。这是个一个冰种。哦，我没有要来。才399。哇，这个很冰啊，就是这个冰种。54圈、嗯、啊，54圈、嗯、圆镯啊，不是那个，哎，这个非常圆的，对对，很好，一个冰种，真的。才399。嗯。好，来，这个是缅甸白玉，不是大陆白玉啊，缅甸白玉，才199。嗯，对，我们讲缅甸翡翠，不要讲对，缅甸翡翠，哇，这个黄翠、哎、好才299。哎呀，这个真心那个买不到了，因为现在很贵啊，王翡。我现在是，对对对，几十年前的价钱，批发价钱出来的。我肯定，我一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，那个郑对修就是这跟我们同一个 building 嘛，啊，我那时候也跟他买过、啊。你看这个是缅甸白玉啊，嗯，缅甸白玉不是大陆白玉，这是缅甸的玉呀，399，非常好，嗯，很干净，很润滑，缅甸玉。它硬，所以它可以打磨得很强烈打磨，所以它特别的亮，好好好，是这样的。后面那些有没有通通剥了？喂，有没有通通剥了这些？啊，这个剥了 ，OK。这个你看多漂亮，哎、对对对，才1500。对对对对，嗯，才1500。你播咗啦，这个几罗啦？你播咗啦？你啲299一批唔同尺寸噶嘛？还有这个老翡翠，嗯，老翡翠，这是老翡翠，嗯，真的挺老的，53圈，啊，真的老，老翡翠，东西越老越值钱，越老越值钱，对对对，因为经过岁月的沉淀的嘛，就是肯定不、嗯、没变，因为有个逼着20年，这个299的，就是看你要什么尺寸，嗯，都有是不是？啊、都有，啊，399的。嗯，要比299的颜色要深，嗯嗯嗯，所以是399的，也是什么尺寸都有，就大家看到了，我这只是拿了几个出来。香港去了几天而已，没有，他要看店呐、啊，哪里去？对对。你看这个这么透明，才199，紫罗兰。真退休，很有诚意退休 ，OK， 真正的有诚意退休 ，OK。有诚意的退休 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是 Part One， 还有 Part Two、Part Three，OK，、okay, 有兴趣朋友们请订阅频道，然后加微信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这是全铝的这种东西，那时候投了。